国语有声善书。南天虚元堂善书，寻找失落的自我，主祝仙佛为济公活佛。济佛降，盛世，无今日降主，寻回失落的自我。第二十五章，无助修行。诗曰：无助修行亦性明，精神和悦自灵清，心无挂碍常安泰，圣道堪其得意经。修行要求得心灵的安适，无愧心，无昧意，提升精神生活的标的，以达美妙安贞。修行的生活清净寡欲，心息无恼，戒嗔恚，戒杀生，远愚痴，有规律的生活，戒以度化他人，同登正道，圆满如意。修行当从至心一始，以持咒经典、礼拜、禅静，以达至心的目的，在没有任何压力下，自由自在，平常心去面对。所谓平常心是道，道在平常日用中，修行的过程就是修行的结果。专注脚踏实地的做去，使心中无忧无虑，无风无雨，万里晴空，宁静和谐。何谓无助？无助就是不可在一念头或任何事物的现象上产生执着，不受干扰，也就是说不受外界一切名利、财富、欲念等的牵扰，身在红尘，不为红尘所困惑。无助修行，心念无助，救度众生，以慈悲心与智慧心说法度化，以达佛菩萨的境界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，希望大家可财布施护持庙堂之永续，多助印善书，光临虚元堂以受仙佛普照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